怎么叫不作死就不会死？耶耶炸！哎，怎么一下把我给秒了呀？Hello， 兄弟们啊，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永劫无间里面的火罗国啊。话不多说，直接开搞啊！出师不利啊，兄弟们，我这刚出来就遇到沙尘暴了，这都快看不清了呀。咱们得赶紧离开这里啊，因为说不准会有人利用这种天气啊，在这里阴人。OK 啊，咱们现在出来了，还是阴天，这里会有好多的鬼子。这东西虽然伤害性不强，但是侮辱性极大啊。你看啊。他会让你摔个狗啃屎啊！如果有妹子玩家看到我这么狼狈，肯定会很尴尬的啊！哎，这不是大摆锤闯关乐吗？作为一个技术主播，闯关这个东西还是很有难度的。哎，这里有朵花，这是啥呀？咱们去看一下，说不定有什么 buff 啥的。哎，这啥呀？致盲了，眼睛瞎了。我还以为是什么宝贝呢，我前面还有块铁板啊，咱们去看一下。耶，我操，这啥呀？哇！啥呀，滚筒吗？感觉这尖刺很危险啊，咱们离它远一点。但是我想看一下它伤害是多少，咱们要是被碾压了会怎么样，咱们去看一下。耶，我哎呀，我就知道忘记看自己血量了。不过有一说一啊，这些机关要是合理利用起来的话，能给对手造成不小的麻烦啊。好了啊，今天的视频就等一下。兄弟们啊，这超大的火罗国新地图，亲测不适合头铁的人去玩啊，孩子在里面都被G1玩死了好几回了。